因为咱即摆速度变足紧诶，要赶紧捡到四千个。明仔载呢，郡守、副州长要来开会，明仔载中央内阁要来开会。伫即个时阵内底，你也知影吼，恁是怎去上课？国民党诶，教白啊，嘛同款伫咱遮咧上课。国民党诶，国安局嘛伫咱遮咧上课，我哪会知？每一摆咱遮诶人事若变动吼，外口拢也毋知影，国民党拢先知呢。啊，但是呢，有要紧无？当然嘛，无要紧。我敢讲绝对无要紧诶。但是这样出现一个代志，有真侪台湾人唔知好地噶，要做中国人还是国民党的扰民啊？这种的人，民政府这阵一定彻查。当咱有政权的时阵，我甲你保证，啥物人拢会甲查出来。不管你大买细买，拢共款。但我哪会敢讲？因为美国甲咱交代，你台湾民政府上课公开，所以咱这个录音，咱拢现场实况转播，每一届拢30万、40万人来咧看。所以我伫这个所在讲的，无一项代志是假的，拢是真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建书，我请问哪有光复节？怎么会有光复节？建书怎么会有光复？建书都无呀，那也光复啊！所以光复这是什么？假的。所以十月二五，咱即摆才来过呢，叫做愚人节。就台湾人去互骗你啊！但是即摆十月二五，中华民国都唔敢庆祝，你有注意看无？因即摆报章点点点，大家拢点点。10月25日拢点点，无人讲伊光复节，你有注意无？伊只敢那插旗啊，插好看诶！啊，迄支旗啊，毋知咩旗啊？迄支旗啊，马上要烧袂起啊！你十月初一插到二五，敢毋是？哎，31啦，插到31。我甲你讲，无光复节。12月25日，因讲行宪纪念日。其实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伫当时。4月1日，因为4月1日不是愚人节，中华民国就要死呗。行宪纪念日，跟你讲愚人节，啊，真正诶，迄个12月25日，跟你讲，迄是行宪纪念。我问你咧，台湾这个土地不是你中华民国的，啊，你中华民国宪法没有实施到台湾，咱哪有宪法？咱无宪法的。但是咱台湾民政府，咱即摆有一个叫做基本法已经通过啊，也咱拢照起工来哦。咱是公民权利法案，4年前，差不多3年前的时阵都通过啊，就是台湾人申请啥身份证。哦，你都唔知道，拄我开始身份证申请的时阵哦，外口偌济人攻击咱啊！迄个是假的啦，迄是伫台湾印的啦，迄是啊做秘书长因家的楼卡的印刷厂印的啦。哦，你有听啦吼？有无吼？啊，所以恁人无人敢申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嘛，一张身份证，有真侪人去美国，真侪人哦，唔是过一两个尔，去美国去海关，经过海关的时候，海关看到迄张啊，甲惊咧。这不是我讲的啊，咱的同心跟你讲的啊。一规个团去美国佚佗，伊讲迄张要经过海关的时候，伊摕迄张出来，所有摕中华民国护照的，拢总留咧。伊互伊先过礼遇，搁较惊咧。啊，迄规个团哦，啊，你嘛我讲哦，玩家拍炮啊。迄规个团哦，讲吼，哎，伊是查某同心啊。哦，啊！你官做遮遮大，美国海关甲你惊你，吼、哦！伊讲吼，因为我有这张，这张是啥？来，台湾民政府这张身份证，这张身份证是啊，要甲惊你。
一对，你知不知道？这几字啦 ，USM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啦 ，TCG 的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佮今日唔是干那一个鸟，佮旧年哈，啊唔是，哎、欸，今年也是旧年，今年啦，今年九月份。咱伫美国开迄个也做啊，因为旧年，咱伫美国开迄个记者会，咱派32个去，分做两个团，一个团伫迄个也做，什么亚特兰要转机的时阵哦，要求一个落飞机哦，500-600个人伫遐咧排队啦，啊，要通过迄个海关哦，可能按2点钟久，未煞啦。夫人吼，夫人，我太太，伊足勇敢，伊去甲讲，伊讲吼，摕这个身份证互伊看，我是美国军事政府 TCG 台湾民政的代表，我伫美国要开记者会，要来请美国人来参加，遐人看到呢，啊有几个，17个，通通过来，遐500-600个排队，啊17个全为一个特别关卡通过。这张不是假的啦，这张去关岛，用这张就让入面的。来，你看，关岛那张，那个，给你看。哎，我不是拢乌白讲啊，这个人，这囡仔伫遮有啊，用咱这张身份证入面，所以。那即马遐个人讲，咱台湾民主有这身份证假，咱无讲。啊，嘛有人外讲呢，咱一个出这张吼，啊，有个人原来去看，甲咱copy同款的吼，一张讲300块啦。啊，毛3000我知影啦。即马咱会通过啊，对不对？即马开始吼，后人卖3000，啊，毛卖7000个。夭寿哦，台湾民主这张真好用呢。本来为300块，即马起到7000块呢，啊有人出呢，吼、哦，我看就推到咩啊？咱这张内底上盖张有这个晶片，这个晶片是 CIA 国家安全代表荷兰的呢，啊，真正有人开7000块，即马开7000块去买这张呢，啊，本来300块呢，300块那是用国计，啊，有人吼偌戆呢？咱申请不是1000对吧？吼，讲家己乖讲啊，啊，这1000块无啊，300块较好啦。啊，1000块去甲换300块，我昨下伫讲笑啦，我吼穿西装去甲换内裤。我讲这个形容敢无唔对，对唔对？1000块去甲换300块，啊，即马换换吼，即马最近开始在讲，嗨啦，即马要申请民迄个做旅行证件啊。这个护照，因为旅行证件还有这张呢，才会当申请啊。啊，即马发现讲去用骗去啊，即马去找迄人算账，迄人走路。我台湾人咱讲甲袂白上啊。啊，恁这晚来，我嘛爱甲恁骂，恁也不爱较早来，恁也不爱较早来，为什么到现在才来？拢在丢毒啦！我知影啦，你免假啦，免假啦。领导隔壁拢甲你讲，迄诈骗集团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是啊、老实讲，老实讲，我拜托你后摆爱甲伊讲，安尼台湾民众唔知甲我骗什么物件，甲你骗钱，你有关钱吼？台湾民众有请你举手？你拢算有老实啦，无甲你提钱，无甲你关钱，啊，甲你骗啥？讲咱诈骗集团，我阁甲恁讲一个。消息啦！讲咱台湾民众是诈骗集团的，咱伫日本甲告啊！要叫伊赔1亿-3亿，已经开庭啊！会免烦恼，我3亿袂分乎你啊！3亿摕到要甲留咧日本做基金，但是从安尼哦，台湾嘛都无听到讲。讲咱诈骗集团，我都唔相信遐较牛。咱今日来遮上课，
你一定要读到足清楚的。台湾这块土地到底像的？咱以前，哦，你拢你敢若日本，日本嘛唔对啦，拢唔对啦。恁读的拢是国民党的册啦。国民党是咪安？甲你读，甲你教。伊讲吼，1945年马关条约。啊，1895年，对不起，1895年马关条约，中国建书将台湾偏河挂予日本，你读的是不是安尼？是的，举手。啊，你无举手是啥物意思啦？我都安尼读啊，恁家爸无共款吗？迄拢唔对啦。马关条约你捌看无？唔捌嘛吼。所以你也看哦，国民党足夭寿的，提出甲你教，啊，原文无爱互你看，伊讲啥就算啥，世间哪有迄个代志？来，马关条约，原文，捌读过册举手，拢捌读嘛哦，我读你听，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，皇帝啦，对不对？甲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，什么人甲什么人？皇帝对皇帝，敢有写政务？我甲你讲哦，以前的清朝甲日本拢是帝国，上界大的人是啥？皇帝啊，不是天皇。两个人签的，将台湾平和永远割让给。日本天皇，啊，所以我请问，台湾这块土地，什么人的？绝对袂当讲日本哦，日本政府哦，日本天皇个人的，听清楚，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，才将这块土地管辖权来交予日本的首相。啊，日本首相代表日本政府，所以天皇有所有权，日本政府有管辖权。台湾偏哦，挂予日本以后，因为谁那奈清朝会当挂台湾澎湖，因为台湾澎湖迄个时阵是属日本，属这个清朝的殖民地。中国典礼讲一句话：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有无？有啊，你有听有看过这句话吗？我给你看地图，台湾是不是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？来看地图，哎，是不是放唔对？这敢叫台湾？你住伫遮吗？你敢住伫遮？是不是？你捌看到这张地图无？捌无？清朝的地图。啊，那正兵无去啊！我知影，中国若要甲你讲讲吼，啊，正兵已经沉伫海底，中华民国来只浮出来，正兵唔是清朝的啦，正兵就是台湾的高山族的土地啦，原住民啦。所以我问你，习近平？胡锦涛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根本就不对嘛，上好的恰别都不是嘛。他没资格说那句话，因为台湾跟澎湖是清朝的殖民地，万国公法国际法在规定殖民地才可以割让，啊，如果不是殖民地就不可以割让，这万国公法规定哦。所以台湾跟澎湖，因为建书清朝他取台湾跟澎湖啊，剩下就要挂日本。日本天皇讲讲，拄啊来这个土地的时阵哦，碰到顽强的抵抗。是安怎？你有看一句电影叫做《赛德克·巴莱》有啊？有看的举手。啊，无看的举手。后摆来你演你来看，无够爱国。萨德克巴莱
这出电影是伫演啥？迄原住民感觉讲真奇怪，这个明明我的生活领域，安尼向日本人走来，因为清朝挂好伊嘛，伊开始甲伊抵抗，所以呢，高沙族吃了很大的亏，因为他们不懂得国际法。所以拄啊开始就清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啊，无主权，是安怎？规块土地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军事统治之前，这一块土地就没有主权。所以，伫一八，这个就日本天皇帝，1905年到1915年，用十年时间。台省伊伫1904年开一个国际会，要决定讲台湾迄个高山族即个正名即个土地啊，是毋是属国家的土地？落尾因迄个国际会内底，伊有叫美国，去咱带伫中个参议来参加。啥物叫美国？因为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斗争啊有经验，判断讲。台湾正平这些土地是只有部落的形式，所以日本天皇下令1905年开始用警察和军队为北部打到南部，这样整块土地统统统征服。战争原来没你说打赢打输，只用征服 conquer。 征服以后，日本天皇正式建立台湾这块土地主权，所以到1915年以后，台湾才有主权。那个以前没有主权，所以1922年2月26号的时阵，一个华盛顿财经协定，第19条，世界强的国家承认台湾配偶这两块土地是属日本天皇的土地。归家来，但是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主权以后，在1945年8月15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建书，建书以后签一个条约叫做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其中的23条，内底讲美国是这块土地主要占领全国，但是伊交予中华民国。代替伊管理，所以到今日为止，这块土地，我问你嘞，日本天皇有放弃无？没有，他也不可能放弃。为什么？战争法有规定，一句话你要听清楚哦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就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所以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，会当改变主权无？未使，这个土地谁的？日本天皇的，到现在还是。你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没一条里面有说，日本天皇将这个土地割出来。所以马英九，在去年、前年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人家在骂马英九，你要出卖台湾主权。马英九在电视只有一次而已，他出来说什么？他说我手上又没有台湾主权，我怎么出卖？无地中讲实话，你都无主权，伊是变来卖主权啊？但是台湾的戆腿的足多，伊讲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二条，日本政府放弃。在第二条你看啊，这个日本是日本天皇，是日本政府。日本政府啦，日本政府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你想，你干咪用简单的头脑去想，伊若要放弃主权，用一字就解决啦 ，sovereignty。Japan renounces Formosa's sovereignty， 就解决啦。是啊，那就爱讲放弃三项。表示说日本没完全放弃，
这三样是代表啥？管辖权。管辖权跟主权是不一样的。我讲简单，互你，你伫读册唔通乌白读。你有读英语无？阁无。读初中一年就有啊？奈无？有无？有啊？无？有啦，卖讲计算啦，有啦。读了无好就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有真简单的英语，我讲你听，这个 A L L 什么意思 ？A L L all 什么意思？全部对不对？全部的后面要爱加啥 ？S 有啦，你弄有通啦。All 的后边爱加 S 有啊？那你看没有？这个 right 的后边有加 S 不？有啊？没有。Title 的后边有加 S 不？嘛无。迄、那个 claim 有无？嘛无。但是有诶，条约内底有加 S 哦。但这个条约无加 S， 这表示讲日本政府放弃了这三个权利中的一部分。所以日本政府到今日为止，写这个条约人叫做杜勒斯，伊讲伊是干呐讲琉球，日本政府要搁有剩余主权。伊讲日。琉球有剩余主权，就是讲咱台湾有剩余主权。所以日本到今日有几啊摆的机会，伊拢无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，伊干那硬讲讲一句话。我记得日本以前有一个在迄个日本的交流协会啊，有一个代表叫做斋斗斋藤。迄年我甲海一个哦，算有凄惨啦，海去哦，中华民国踢断去。啥呢？迄年哦，迄个4月28号啊，就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啊。阿伯去催，因为也5月1号，唔系4月28号啊，中华民国就要求诶，伊将迄个台北条约伫签诶迄个镜头，甲雕成塑像、铜像啊。我甲迄个西多讲，伊甲我真好。我讲哦，你千万唔通去参加典礼。你若参加这典礼吼，也是你甲你侮辱。建树的建树啊，佮甲你签迄、那个，用一个迄、那个啊做，因的迄个叶公超伫签字，啊，这边日本的代表去签字，拢雕成塑像，我这是甲你侮辱呢。打败仗都爱佮用雕成塑像，永远纪念。我讲你有够腿呢，伊讲阿咩喏，我迄天去出席，卖讲话，人若叫你讲话，你讲无，你讲谢谢，我不讲话。啊，隔天啊，伊就去参加，啊，真正拢无讲话。但是呢，4月28，啊，5月7日，伊伫嘉义中山大学演讲的时阵，伊就叫我讲个端出来。伊讲吼，台湾日本无放弃。要是我这句话讲一个中华民国，迄报纸足大片的啦。啊，中华民国甲向日本抗议，讲要这人爱甲赶转去。啊，日本政府来台湾宣布一个代志，用台湾的地位要决定，唔是日本单独会当决定的。这句话恁听无？意思讲吼，要美国决定啦。但是这个西多，我甲海杰算讲有严重啦，就要转去。我感觉很抱歉，我昨天招12个人送了12道的金牌送给他，你们点点有我是跟他说，他现在退休了，退休哦，因为退休了政府官员不能随出国了，我说有机会你来了、哦啊、算我有跟你害嘛、哦但是哦、但是呢那边给中华民国的民族很好看，因为他正是说我日本没放弃台湾，其实签那个契约的那个人，那个吉田茂有写一本书，在那是1972年他来写说 The War in Japan， 世界跟日本里面236页，他说我日本没放弃台湾，我是只放弃
管辖权而已。但是台湾人听了讲，啊，日本要给我管理，我不爱做日本人，哎，无人叫你做日本人。因为其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，日本天皇已经放弃台湾这块土地管辖权，所以台湾人要怎样？一条路而已，主地。这个主地还是学问呢，不是叫做 self government， 是叫做 autonomy。 self government 就是顶管无人，自己完全自主。 autonomy 就是顶管有人，咱的顶管永远有人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做日本天皇，一个是美国军事政府。所以台湾后摆会行的路，你听我跟你讲，我直接跟你预测给你听，会跟日本，很主席日本变作 Commonwealth， 叫做邦联或者叫做联邦。这是后摆台湾会行的路，我跟你保证，在真短的时间你拢看得到。变成邦联，变成联邦，你这样讲的时候，有的比较推的台湾人，秘书长说我们是日本人，比较快明天小招来去日本申请护照，你不要笑，真的有人这样，真的有人这样，我看你成立什么旭日会啦，什么日本天皇后援会啦，之后呢，在网络黑白说，哦阮一民成立以后吼，宫内厅派人来跟访问呐。唉，咱台湾真侪人册拢读一半，读两工的册，读一个初级班、高级班哦，嚯，逐日就是讲拢总捌啦。结果呢，迄一工顶礼拜尔啦，迄、那个发起的人。来自首啦，因为日本开始要办，刚收两千块，讲要办日本护照，讲宫内厅要来办。我一直知影，我就看宫内厅的文章，甲打出来。伊即摆来自首，伊讲哦，我拢无想着讲，啊，这个人利用我咧凊彩讲，啊，种真正，大家拢当真呢？刚收三四十个两千块呢，啊，这三四十个拢推阿面的啦。两千块会当办护照，你想有可能无？有可能无？有无？我甲你讲，台湾人感觉有可能，想讲哦，反正开两千块也无偌济啊啦，啊那无准刷，啊那有得多加嘛，敢毋是？台湾人拢贪小便宜啦。我讲，若要交两千块，交一千块嘛，你咪爱对一个护照，我拢互恁啦。你这边拍手，恁拍手，我袂当给恁，这给恁骗人了。凊彩讲讲恁个，摕一千块就要做个国家护照要给你。但是我跟恁讲，咱即马开始，真短时间，会旅行证件发给咱大家，这都爱拍手了。旅行证件。你用这个旅行证到全世界194个国家都免签证，但是这有条件呢，你要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你有的牙齿没办法，不要看去办，我没给你骗，因为等到我们执政以后，全台湾人都总有那地方啦，但是你在我们执政以前办的有优惠的条件，什么优惠？六人年金，人人领八百，你领千二美金哦。啊，再来，台湾民政府的人在台湾民政府当行政官员，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，就做到去死就对了啦。再来，因为你先知道嘛，所以这群人我叫啥，不是叫做革命先烈，革命先烈是怎样死去了，你死去被拜送什么，对不对？拜什么你也吃不到了，
你就要做啥？革命先行者，大先行的人啦，就是敢那中华民国遐老外啦，对不对？中华民国老外足享受，你敢知？你拢唔知啊？因看病免钱呢，含感冒都要怎样？隆重啊！哟，啊，佮有老年年金，你啊看咱台湾吼，你扣二转拢台湾人。你公园、你市郊、你行街的，拢中国人。你若甲伊讲哦，伊讲当年老子靠呀，你当时你当年呐、啊，伊讲保卫台湾吗？没有嘛，予咱日本人是弱的走呢，走到成都去啊呢，四川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当年老子怎么样？咱照道理来讲吼，咱台湾人是建业呐。中国是打败仗的战胜国啦，其实这句话在文化上是不通啦。打败仗那个战胜国，那不是靠美国那两粒原子弹吼，老早就消灭起来。我跟你讲，那当初咱台湾人在中国咧做官啦，真可惜，啊，就输就输啊。但是咱输，咱无一定嘛，不应该受到中华民国的侮辱呢。你中华民国是占领台湾，你占领会使哩？但你叫我去做兵，你敢捌看到美国去伊拉克叫伊拉克人做美国兵？无嘛？美国占领琉球，敢有叫琉球的人去做美国兵？无啊！独中华民国占领台湾，叫咱台湾人去做兵，咱足戆的呢，包括我去做兵啊！但是咱我唔知呀，啊！即摆咱即摆就知呀吼，咱甲过美国2006年过美国对不对？咱过赢嘛，咱甲美国讲，袂当阁叫台湾人做兵，你若阁做兵，我要甲你告。然后即摆中华民国，即有个人动，咱的动心听听，哎，秘书长，我昨接到兵单，我爱去啊面，当然爱去啊，因为即摆叫做台湾管理当局。台湾管理法里面，你如果没去，他今天抓去关，是不是？要去啊，但是不用烦恼，你今天去，你去一天，咱接到政权的时候，会当给你讨公道，一天的钱要还你，所以做愈久，赔愈多，哎，好不好？查某的，你打好啊，足奇怪。你若无做兵，你敢人拍啥物？他敢做三年，陪你三年，啊，蔡东营嘛推下面咧，讲甲你陪一年，你迄两年嘛免做。我讲咱台湾人像骗啊足戆诶！我讲伊讲，中华民国用台湾的港口基地有互咱钱无？全世界无人安尼啦。伊照道理，伊用迄个机场。用那个港口要付租金给我们，他都没付啊，说要爱国啊。美国那个夏威夷是不是美国的土地？夏威夷每天去那里观光几十万人，他的收入，观光客的收入并不是他的第一位哦，只有占30%，以50%的收入扣下租金嘛，美国租的那个港口飞机场要付我夏威夷租金啦，中华民国用咱的土地要付租金呢，可能欠咱偌久啊啦，这拢爱讨，但我即摆歹想讲，因为想讲美国就烦恼，因为咱家是做兵，所以即摆唔免做兵了嘛，有无？马英九讲：好好好，停！美国甲建国了，他说停，不用当兵了。伊即马讲要找迄个什么，迄个越南啦、柬埔寨遐佣兵有无？报纸写的嘛，伊唔敢叫台湾人做兵，因为我甲讲，搁做我就告你奥巴马，我不客气，伊唔敢叫咱做兵啊啦。占领哪会当叫咱做兵？因为做兵是甚物代志？你敢知？就一种效忠。台湾人无必要效忠中华民国，这块土地都不是你的啊！
这个土地是怎的？日本天皇。但这个土地跟日本政府有关的吗？也无。所以我常在讲，有人要去日本要申请护照，还推阿面呢？因为日本的今日日本跟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无同款了呐。麦克阿瑟一礼拜的时间更改伊的宪法，宪法若改一条、改两条，伊也都完全不一样的国家了。所以我常在讲哦，以前的叫做大日本帝国，现在叫做新日本政府。他们讲日本政府啊，日本人啊，跟咱台湾人同款。日本人现在做美国的奴隶，台湾人做中国人的奴隶。因为我无护照，所以按哪有护照？日本人足欢喜，讲叫我去遐演讲。我若去遐演讲，四处甲点火哦，免偌久，日本就爆炸了。但是因即马有派人来家里上课啊。想想的等于日本人开始在觉醒啊！啊！现在日本人对咱台湾民众哦很尊敬，咱台湾人过去互伊管对不对？以前的台湾，那日本叫做大兄，大日本帝国叫大兄，台湾叫做小弟，大汉的二弟啦。大哥跟二弟啦，但是大兄战争死去，你知无？现在去用改就死去啊！即摆改宪法以后，那照排，应该排第几个？第三个。小弟看到大兄安怎？你有人唔知影呢？惊你嘛！所以我日本人讲，你看到阮台湾人哦，爱惊你，你看那样呢？望恁的大兄死去啊！我讲我听，哦，听你来讲，哇，有道理啦。所以我出了一本册，即马伫日本开始伫印，互日本人拢伫买，我讲拢免钱，拢免版权，互恁日本人去看。日本即马是等于是做美国的奴隶共款啦。我即马广告啊，银行头也接到美国的电话啦。我若讲了较有较。不是说超过人，他说我在煽动日本人反美，其实我不是煽动他们，我是说实情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你不用怕啦，有事情我去打，不用到你啦。很简单嘛，我们今天在这里上课，中华民国政府给你怎么样？我们上课三年，我要四年了，干嘛呢？1月13号、14号、15号就四年了呢，这四年来的台湾民众的人，有任何一个人，和中华民国掠去死，掠去苦毒凌迟的，敢有？无呢？颠倒咱的身份证，怎么发三万几分，要四万分啊呢？啊，过来，咱的车牌四界你走呢？红色的车牌恁有无？啊，过去搬家有，你若有足奇怪。过去办毕业才能买那个牌，警察看到红牌，看到红牌，面拢歪去边。啊，有诶，甲扎落来吼，有诶，较少年啊，迄唔知影啦。但是少年啊，即摆唔知影了吼，有诶吼，足高古诶，红牌甲咱绑诶，我拢甲东兴讲，好绑，免烦恼，明仔载上登个行李。有几下摆戆戆诶警察。好，落来吧，伫北，啊北的回去吼，隔天讲两个警察穿便服，唔呾穿这哦，送去因家，歹势啦，咱个同事嘛，甲斗起哩，伊乖乖地甲斗起哩，迄红牌是美国军事政府发的红牌呢，迄块红牌，咱有分做两。那以前的是有十二年的、十二年的免税，但是即卖剩十二年，剩无几块啦。啊，有一寡东西真害啦，买回去吼，全藏在因家的桶出来的。我讲你嘛较差不多咧，咱的安排主要是要吼宣传用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该唔是咧，该你买回去讲藏在因家的桶出来。我讲你若买提多少挂，
我开始会当免税，我才来挂。你起来吼，我吼，咱的同心吼，啊？无车袂使买，你无车买要创啥？要搁收钱啊？这要搁收钱啊？所以吼，我讲吼，其实咱台湾人头脑要求吼，哦，真正要求，咱想会出来方法吼，台湾人拢有法度甲破解。你去吼，恁第三天，恁今第一天嘛吼。第三天我们就送给你那个美国政府规定，我们送你一个美国国旗。美国国旗呢是永远有在的，你如果挂出来吹风吹了派去还是垃圾去都会贴回来换新的。你换多久可以换几面几面，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不能用德哥，你要用旗杆，因为你德哥你有一句话叫德哥到什么菜刀。美国讲吼，你美国国旗甲太多会敢甲挂美国国旗 ？No， 不可以。啊，恁有大眼的举手？你别用迄德国的举手？你拢甲骗啦！啊，你都爱挂出来哦。等于你那边挂不好，不爱好你啊。你挂的举手？国旗要挂到，你爱甲问。我跟你讲，大家拢头脑真好。我讲你有挂无？伊讲有，挂伫底。我的房间，你挂伫你的房间要创啥啦？阿爸，我跟你讲，你唔通看一支美，即个美国国旗哦。美国国旗吼、哦、有辟邪作用，你要相信嘛？我跟你讲实在，我都听跟你讲，台中的副州长黄子怡，伊讲吼。他们家门口采两支，一支我们美国，一支我们的民政的旗子。有一次他们先生没教，那个教职没炸，警察很好，很坏给炸下来。他说有啦，我的教职就放在弯刀啦，不然你陪我，我来弯刀拿。警察好，真的陪他去拿，去到他们家一个看，两支，一支美国旗，一支我们的旗子。他就是说，这次啊警察不敢入去。以美国有跟中华民国讲啊真清楚，你中华民国警察调查局、国安局未当入去有插国旗的所在。你若有朋友伫做警察，你敢问看有影无影？为你做生意的，迄旗啊插的，本来你收保护费拢无来收，赚足多。我讲实在哦，我讲实在，我没有乱讲话，我一句话都没有乱讲哦。有机会，伊来来上课的时阵，叫来讲给恁听。你相信？啊，你无看，你也相信？这样子哦，没有错。所以你们能看这个旗啊呢？啊，所以我讲哦，恁来滴上课哦。拢赚到啊啦！好啦，我今日上课到这，明仔再继续。